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期嘅节目。今日2019年12月5日，咁我而家咧就喺南宁市嘅郊区。咁喺好多外省人嘅眼中咧，印象当中咧就系、广西都比较山区嘅地方，但其实咧广西嘅平原咧其实都系比较多嘅，都唔少嘅。咁呢片地咧系包括南宁市西部嘅金陵镇啊、谭陆镇啊、桑定啊、麻桐镇一带嘅，离南宁有40-50公里咁左右。咁呢片地咧就系种香蕉嘅，亦都系中国嘅香蕉之乡。咁以前咧种好多香蕉嘅，但系咧呢几年有啲病虫嘅原因咧，就系有啲系鬼种火龙果啦。咁呢片地都几平啊，都相对嚟讲咧都比较平坦嘅，都系一片比较大嘅平原啦。而且咧有左右江经过嘅，左江系经过金江一带嘅潭陆。镇金江一带，左江咧系经过金陵镇、麻桐镇一带嘅，麻龙仲有麻龙。咁南宁市而家咧就系、基本上咧向东发展啦，就系、向西嘅话，基本上冇咩大嘅发展噶啦。主要都系向东同埋向南嘅。即使你不爱，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呆。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。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你如何会承受失恋？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。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情意，惶惶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天风浪将必会更浓。
心目中真道会在永远不断改进，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，共创世界最美的音韵，劲歌金曲天天诞生，美丽和平之声敲响空气，响起最美的声音，歌曲出现创意，新的歌更新，吸引更青春的心，同展新足印，愿见主。